伦敦奥运会即将开幕，美国男篮梦十队当地时间25号在最后一场热身赛中以100-78击败西班牙队。来看报道。We are the Palau Sant Jordi in Barcelona.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match of the US against Spain. Both teams are favorite to win the gold medal in London 2012. 西班牙率先取得领先优势，以10-3开局。此后美国队凭借安东尼的良好发挥将比分追成21-23。上半场结束时美国队以48-40领先。最后一节面对较大的比分差距，西班牙队仍然奋力反击。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队78-100不敌美国队。这两支球队都被视为伦敦奥运金牌的有力争夺者。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西班牙队就曾以107-118小负美国队，与金牌失之交臂。